开始录影，开始录影这边就会有一个旅客，他好像死了呢。刚才他有动，都不动，在睡午觉。都、哦、怎么这不好像假的一样，嘴巴一直开着，这样嘴巴不酸了、哦。那边都是鱼哦，哇，好多黄色的鱼哦。它是鳄鱼的食物是吗？这只也太奇怪了，都不动，好像只标本。我不要，我上来。过吧。皮松松的、哦、缺乏运动是吗？摸的皮就松松了。他们都会来这里眺望一下，眺望点。他如果跳得好，他就会跳这里来；弹性好，他就飞过来了。嗯、漂亮。水里有什么？哇，很漂亮哦！皮松松。其实他们那么大只，要跳过来好像也不是。对啊，这不是蛮近的吗？去游泳了，爸爸。他爬上来是吗？他游过来，然后从下面爬上来是吗？他这边有电网的。哎呦，要过来了！他想要过来跟我们，他要游泳啊。老虎喜欢游泳是吗？喝水，他在喝水。天气它太热了，它泡一泡水。吃猪肉，好像很不稀罕的。我还是想吃。他们一块肉可以吃很久了吧？哎呦，它脚也是挺长的，脖子也好长哦，好可怕！我第一次看它这样，这乌龟这样，凶巴巴的鱼，这是大叔鱼是吗？不是。它也是要上去呼吸的，嗯，像带瓜鱼一样，它看得到你。慢跑，在水里慢跑，有点距离照得比较清楚，在慢跑，水中漫步是吗？我、哦、在吃什么？吃叶子啊！哎，这不能吃啊！吃了又吐出来。
这边没有动物，只有我。看那边的，你是要照它吃东西，过去照它吃东西。照近一点。他们好像不吃草，他们吃草啊，草又不好吃，干干的。但他们的脚趾甲很尖，他的脚原来是长这样的，一二三，有五只，跟人一样有五只哎，前脚有五只，后脚三只。给他踢到就痛到歪歪叫。嗨，嗨，嘿，喂，看不到我们啦、啊。没有，看他跳跳跳。跳走啦，好，好，走吧。溪很美，好像穿戏服哈、哦。哪里？这边一只，这边一只。我是蛮喜欢它的这个景。它那个猴子爬那么高，现在又不知道掉到哪里去。它这个弄得很干净哦。吃菜啊！他在打扫。不是在吃菜，要走啦！我要吃了，啊，带菜走了，要带菜走了。皮很粗，哎，好多好，六只，它们很肥哈。肥肥胖胖的样子，很漂亮、哦。前面是鸵鸟，
站那么高给人家拍。米尔卡，这么生气。就有点背光，有小的长颈鹿在那，小的是鹿来着，下个礼拜再来看。是小的长颈鹿，它的孩子啊。是啊，就是他的孩子。不是。是啦，他孩子。是啦。是鹿。是他的孩子。孩子的颈没有那么短了。还没有长长呢。不是啦。真的。这只是什么鸟啊？你是什么鸟？那个长腿鸟啊，你们看到的。哎 ，Hello。这比较小。好可爱哦！不要走啊！不要走，很可爱哦。你怎么这样子睡这样子？很热是吗？啊，这什么马岛萌是吗？像猫一样。猫起来只有它一只哦，没有别只哦。马岛萌，它尾巴好长，好可怕哦。头上还长角，那是角吗？还是眼睛？它上面是眼睛哎、欸，它是眼睛哎、欸，怎么长这样？那鼻子尖尖的，很特别。对啊，我以为它小小只的，这个叫做什么 ？Big headed turtle。哇，它头真的是好大一个，然后尾巴又很尖，然后好像被压到扁扁烂烂的。壳扁扁的哈，它叫做 Chinese crocodile lizard。哇，它动也不动的。哦，那就比较像这个。crocodile。啊？比较像这个。不是吧？是那个吧？它有那个橘色，橘色。哦。不是吧？可是它的皮肤。我觉得不是，它的头就是这个头，就是 lizard 的头。可爱吗？对啊，有的人喜欢养这种动物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它动了哈、啊，它动了没有？其实养这种看着也是蛮疗愈。加翁来，没想到蝴蝶也会吃凤梨，这好像在不知道吃什么。哇，好漂亮啊，那个花色。你在我手上，好好玩啊！你停在我手上，各式各样的花色，而且它不会怕人。这个洗澡的球，它也拿来弄成食物的地方。哇，这边实在太好拍了，随便拍都很漂亮。哇，很美啊！这个礼服很美。这是鸭子，这是孔雀是吗？真的很可怕，小孩子吓死。其实他们也怕啊。他们绕圈圈，绕圈圈，绕圈圈，绕圈圈。其实颜色很美。颜色很美。吓到小孩，啊！小的鹿，啊，好可爱哦！是一个 deer， 你叫小孩子看这个就别怕，看弟弟，看一个小鹿，小鹿啊，这个是可爱，那么可爱，可爱，你看，小小的，很小，可以放在头，对啊，哇，吓死我了，这个鸽子很不一样哈、哦。
白色的，跟那个我们家那些鸽子很不一样啊，这个很。爸爸，你跟他讲话。漂亮。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啊，这个鸽子白白干干净净。他不喜欢那个松鼠吃东西。哦，他们两个相遇了。还有，你看他不喜欢那个松鼠。我看等一下注意，我要找那个。他这只比较清楚。小的跟鸟一样小。好像是小鹿还是小鼠啊？鹿，漂亮啊！木西来这个看这个一定很开心。哦，这边呢、啊、，Malay mouse deer， mouse deer 鼠鹿。你撞关了。他们好像在摆 pose 哈。很大只哎，修理它的毛，整理它的毛。嘴巴可以装很多鱼的，装几条鱼，十条鱼，看大小。